手啊，念一口，阮大就两口，两口啊，加两口念念啊，加个。来三包。哎呀，加一个半桶落去啊。来三包，来三包，收两杯。这样哦，春节了，恁表面是一千，而且基本白手吼，伊的鲍鱼啊，讲真心的，那一个你也听得懂。我给两三分就好啊。两分还讲啊？今天你也变三包的人客啊？你听好了。三包来哦。三包。再过年啊，再过来啦，好，来啊。今天我来当烧啊，我尽量烧啊，十个人好嘛。来，再过年啊，再过年啊，拢免来哦。这真正的宝矿甜的哦，再过年再过来。来啊，来啊，再过来，青菜啊，再过来。三包啊，再过来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八位人客，我不能烧十个人，我来当其他毛病啊，再过年啊。再过来啊，姐姐啊，姐姐啊，三百啊，再过来啊，再过来啊，我来讲啊，今日阿三哩，几尾我三家嘛唔知影啦，好不好？三百来啊，金融三四五六七个人家，最后搁一个三百，可能只十倍，只一定超过十倍以上啊，最后一个落三百，差不多一个三百，带几贵个？两枚俩，两枚袂少，我一定没有处理，再过来，应该是十四五倍以上啊，人家我都可以啊，最后搁一个落啦，搁一个落啦，睇下啥物啊？你感觉看我遮济吼，人个真济啦，无你赚啦，搁一个尔啦。三百，你免考虑啊，满到无就搁满啦，好无？满到无就搁满啊，半只个啦，三百。哪两个啊？一堆啊。恁廿三要来三斤啊？今天啊，一堆满满满。搁好食白箱的无？三百。三百啊。一定啊。搁一个。OK。你买个几位啊 ？OK 啊，三个啊。来，来，加一只啊。好。你无你个大下咧就好啊！你条狗看看无着哦，来三百个起来无？哎，三百啊！无啦，我加四五尾哦，你啊，加一尾加两尾。三百来啊！恁买买当个真诶，我是今仔看恁订诶正三哩，恁买凊彩买啊。最后搁一个三百块。哎，三百。袂少。拢有啊。哎，三百。确定恁无诶啊？来，你有买白手诶去袂啊？哎，白手诶。来，你有买白仓个举手。多一个，恁三个啊，一百好啦，我命，恁遐食个包酒的，食可以啦。那恁三个不爱啰嗦，今天食好爽啊。那恁三个我就不爱啰嗦，今天恁三个，我爱个啰嗦啊。你搞迄个，我等下冒未惊嘞。啊，等下啊，偷刀片个啦，偷刀片个啦。来，到来。偷刀先结钱啦，来。来啊，啊！你话老师，这个情况怎来处理啊？我来讲，你讲了要吃蒜哩，我打球，你我打球，你讲了要吃蒜哩，这只冰蒜，这菜只你当问一斤几啊五？啊，一斤几啊五以上？来，这几百块来包哩啊，几百块来包。哦，人讲蒜哩头多就是这地，哦，你当然我爱加十万九来蒸，第二你甲用吹。我来讲啊，今日这个情况叫我打球，挂挂掉，挂挂掉，听好，注意听，几包全部拢包哩，几包拢包。菜只一斤，你啊切两包就好啦，好不好？这两包三斤，一定卖你六包啦。今仔要吃蒜哩，也卖让你开六包。我啊，我们新价钱五包来。来五包啊！你不要菜。龙潭我水沟来五包，做咩？卫生好一些。来，今日你帮我，你先甲我几句话，迄个龙潭内底几包好无？啊，几包甲我讲，我交代空调，我一下伊要卫生。蒜哩五包，看人价钱。五包。三斤蒜哩卖五百，一斤八千，无人加钱。安尼两个哦，一包过哩，规包全部卖。天啊，包有几注意听？恁家老婆卖人家这三百多，你先卖钱。我讲我讲的，无四斤。啊？二十三万多。用吹，用蒸。四啊六啊，四啊六嘛，四斤。蒜哩，我唔管你要蒸，唔管要做，伊个钱一包就是有规地拢包。一个人家四斤的蒜哩，化青化变白变，全部六个人家新价钱五百了。来五百块，来蒜哩，啥物事？五百块。有人要吃蒜哩的无？五百，好了，五百。五百，有人要吃无？五百。哎，五百。就五百，就五百，落不落去啊？是安怎？我一斤卖你偌济？一百二十五块。菜只一斤破两百，好不好？后壁敢搁有蒜哩头刀？哇！就这些了啊！哎，对。几人？哎，二十个。来，摸下摸下摸。黑了啦！来，摸下摸下，来，我来讲新价钱的先啊，老板。新价钱的先啊，
好，你免阁考虑啊，四斤阁加斤半，拄啊五斤半好啊，若无就收啊，莫勉强啊，好。我就全包啦，恁尽力啦，我嘛尽力啦，好收。全部六个人计，先计钱，五百好。来五百啊！头前啊，来头前五百块，来一个。五百块。五百。来两个。五百。我一斤重金刚。来两个。正边刷到这面鱿鱼哦。我拢袂比母的鱿鱼，我一啖无面。两个啊！小董，真正，我来讲啊，好啊，我袂阁啰嗦啊。今仔无提钱，后礼拜拍死无提。你今仔只要敢提钱的人家啦。啊！今仔几年啦？来两个啊！来啊，破债去个啦！来啊！八斤而已啊，七斤啊，七斤啊，你免阁看下啊。五百拢破掉个。多少钱？来五百。会晓买你买啦，袂晓买我就收啊。哎呀，真棒啊！破债去啦！来五百两个啊！来啊！五百来，五百来。最后一个五百。来五百。等下，等下一张，等下一张哦。唔好再下未，唔好再下未啦，今天啦，今天五百啊，五百，这比赚啦，保证比目鱼啊。五百。那最后个三个五百，变成冰格，你大大只只啊，爽，五百了。来五百啊，来多少钱啊？进来啊，五百，五百。最后个两个皮皮重要，卖大个。五百，来五百啊。最后个两个。五百。五百。来五百。阿姊，我来讲哦，我都病了，你就去当吃。我无病，你买咩？病了你搁无买，你搁当我后日排买比较贵的哦。我来讲，无买，人家你搞买三斤，吼、哦。今仔这若鱿鱼，我硬要卖你，我头家唔接。今仔小弟卖你比目鱼，好吧？比算啦，我来讲，五个人客，你无出手的赶紧，吼、哦。我今日专门要烧，你今日赶紧买两百，你搞四只，两百。两百啊！你无买，人家你搞买两百，当个真。来两百，帮我收下去。我这这别只都给我两百，我不要再啰嗦了，给个。别只都给我了，不要再逼我了。哇，你别把两百。两百啊！过来咩来无？两百。来了没？老板。老板。行。这两个没有，我的收啊。收账。来薯条这个，这个上，这个上，薯条我先，鱼也上，我搞上面了，来这个了，来这个上，还有干贝不啊？啊，干贝啊！我带几个带过来，继续，继续，来咯，继续，来这边。来，鸡翅啊，剩两百块，紧买大鸡的，吼，台湾的鸡翅啊，只大鸡一支五十块落来，十支就五百，唔免五百。我卖到剩这两百，咪差两包，是卖到剩两包，新价钱的两包。哎，两百啊！最后一包两百无？哎，两包。鸡翅啊，两百块。哎，两包。最后一包。最后一包卖落啊，两包。哎，两包边啊？哦。差点就我这丢过了。你看有没有吃薯条？有小朋友不？这薯条一包百块，两包三包，这黄金脆薯，我来讲。这两百块买三百，便宜啊！我弄面啊，要吃薯条，你有囡仔有孙仔吼，只有囡仔吃。全部两百哩，五个人客，三百五百块两百了。我这包可加一包送你，我的薯条是好吃的啊，无甲你骗的啊！来，今仔你甲我买两百人客啊，这包可送你是好欢喜，四包就对啦，黄金脆薯啊。这个薯条是酥会糯的迄种的，两百。来一个，来咩啊？OK， 两个啊。过两面就薯条了，两百。来三个啊！来几个到这边？两百块买只薯条哦。春节啊，买东西啊，两百了。哎，两百。啊，几里人？妈买票买一百无？一百块四十吧。我再找你三百。好，妈买票，咱买一百，先看嘛，试看嘛，吃看嘛。我他来。好，我再给你。哦，头前啊 ，OK 啊。你处理了一百，过两面一百的无？我来了，一百块两面来无？几个台啊，哥哥？哥哥，我伊平地要死吗？咩啊？来啊！听说你有叫未？挂你当挂我，加音叫我当，加音叫好啊！啊！啊！多少个人家讲要吃干贝啊？来睇下这个。哎，我是卖只这个哩，好无？你是卖只这个无？这芝麻糕，芝麻糕啊！伊这是大鸡上的了，大鸡的。大包的啊吼，我来讲哦，明明刚刚今仔有出手无出手拢无紧，我先甲你讲者，肉肉啥外包装拢写甲同款一模一样吼，有分细包甲大包，我一个透明，我这包是大包的啊。来，这倒来空气煮嘛，凊彩你煮炒一包高丽菜无价值，一包鱼啊无两包炒五包，唔免五包，是迄个就好啦。伊即摆就伫遐补落去啊，你说呢？
来啦，今仔要食蟹粉肉，唔免五百四百新价钱，三百差不多食三。来三百，来一个。蟹粉肉三百公。你讲是对我讲对。三包，有人要吃无？哎，三包。我这块够你啊，来姐。这也够你了，这也够你了，这也够你了。来啊，三包，我上面吃三包。来三包，这也过来，这也过来。来，我来讲新价钱，这也过来啊，这也过来啊。哎，三包。这也过来，这也过来。一人给四人做位啦，好不好？来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好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七个人给五包，上面咩啊？三包，上面吃三包。三包啊。有人要来无？三包。哎，三包。几人？我一人。这两个拢差一个尔，注意听，有要感谢，无要就甲因讲感谢。这两个拢无差伤久哦，差一个尔。谁人来甲拢差一个？有个人唔知影差，讲啊头下你这差就变怎啊？变作细的，我来讲，你听我讲一句话就好啦。你一堆咩拢同款，你这一堆咩拢同款，你可以全脸咩嘛同款。这种物件煮哦熟的话，唔免过差。你甲想看嘛，你去食饭都哇，人我放用一个鱼翅给放出来哇。谁人伊个济，甲一款小蛙子拢会倒伫只中吞啊鼻个拢加，伊个就是过三三只安尼尔。这若差少，故事一定会变细的，好不好？来我来讲，春节了哦。春节了。来我加一包送你好不好？我大阿袂当作细阿袂卖恁尔，好不好？全部金龙三喜六个人加。来啊，无慢慢来啦，我阁加一个，我继续。来啊，全部五个去，去到食落啦，唔免五百啦，三百差不多一个三百。来三百，来。过来咩？无三百块，阁一个落啦。来一个三百。再一个个人三百啦。过来咩？无三百。哎，三百。来啊，落过边啊？后尾两个人再一讲。你喺哪面？别家别家哦，这条直接都离开了。我那给人放掉了，来挂广告，赶快来，无买一百块了，拢无。哎，剩两百了，无。要投你钱干？一百了，咩啊？无，剩就两百块了啊。拢有啊，嗯。